大家好，我是花坛 S N 永春汽车，我叫张信仁，今天来跟大家介绍这台是2015年的德利卡货车，通过我们 S N 证全车原版件，超低里程，赞！真心为您把关 ，S U M 里程保证，我承诺。来，阿乔，这块四条轮胎都是新胎哦，你来看一下它的斗，跟新的没什么差别，几乎没什么用过。来照一下，你看这边啊，几乎都没什么路胸。照一下旁边，很新吧？这几台这超低里程德利卡也来中，所以刚好介绍一下为什么叫超低里程，公里数1964公里，因为它这一颗是换过仪表板的，它是原厂政策性召回，上一颗仪表板召回的时候是2019年9月25日，上一颗仪表板总共里程数也才跑3300多里，基本上也是没什么在开。现在目前上一颗仪表板跑3300多，以现在的这个仪表板1900多，加起来才5000多公里而已，也跑得非常少啊。然后这一台又是我们彰化的在地车，这样车况我们很了解。五岁了，岁啦。来，冷气五六毛，今天有哈。来个来，五速锁排，行车记录器后视镜的，然后还有一个很方便的倒车影像，清楚了哈。通过我们的夜视认证全车原版件，这是它的认证书，有没有？没有任何符号。等一下我会为来大家试驾一小段。好，没问题，没问题啦哈。来，我们等一下就上路喽。今晚来试驾，有没有一手、二手、三手？咱 S 医院永春汽车签名展场，会使让你绕圈圈试驾。四手、五手，阿乔有孙吗？孙啊，二姐吗？二姐，正买车雇车来永春，就大概英万隆五村。如果今天大家有喜欢我推荐的这台2015年的德利卡，请帮我按赞、订阅、分享、开启小铃铛。我们下集再见，拜拜。实在就是 SUM。